之地。现在这个季节过来，它还是很漂亮。日本的登山呢，它都是这样，没有收门票的，就是大自然的原来的风貌，也没有人说改造成一个景区，然后问你收很多的高额门票。但同样的，你这样爬这样的山的话，你必须事先要做好准备，查地图什么，因为没有工作人员，很容易迷路的。哇，这迷路迷屁的，很容易迷路。一般都是要两个人，最好是两个人带上地图，事先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。綺麗だ。这是巴士站，然后山头山0.9公里，0.9的。今日天气ちょっとあれだな。今天这个天，今天这个天有点。对啊，明天雨会降的。明天因为要下雨，天气预报是明天下雨。那么今天这个路，你看，天气不是很好，是多云嘛，所以爬山一定要，そうそう、なんかよくわかんないけど、なんで。先回到了公路上。奥多摩湖ですね。奥多摩湖。哇，下面就是奥多摩湖。那个就是浮桥，麦山浮桥，奥多摩湖麦山浮桥。一时找不到登山口了，拿地图出来查一下。違う。现在有点迷路了，大家再看确认地图。ちょっと違うんだな。这个还是。一个不是很热门的山啊，今天因为可能天气原因吧，爬的人很少。再往前走走。呀，那地图すごいな。これ写真載ってないと本当にわかんないよ。わかんないですね。没有那个地图，所以说在日本爬山一定要事先准备。充分还要带上地图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，如果没有地图的话就很难判断。我觉得慢了，还要往前走吗？もしかしたらもう追加したということはないんですよね。なんかその、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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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
好像找到了，就在前面。違うな。いや、もしか、え？これはやべえ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我现在查一下地图吧。哎呀。なんだろう。え、でもなんかライトがないんだよ。そうですよね。あ、あれ？あれね？あれですか？あ、でも違うんだ。いやー、すぐ。あ、はい。はい、綺麗なこっち。8点半、8点半啊，走到这里要注意有熊出没。这里就是三头山的登山口，三头山登山口。行こうか。うん。え、这样的路。一緒。やば。一緒。你看，进了这个山之后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没有一条好的路的。所以在日本的山一定要准备好充足的装备，登山鞋啊、水啊、防寒的、防雨的。在这里也不一定有手机信号，也没有工作人员的。而且走这种山路很容易迷路，然后还有很容易，你穿普通的鞋的话很容易滑倒。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加关注，未完待续，下集更精彩。